运不起来，我能受得了。你那溜的沙很，所以它这个影子下去，我自己溜的轻点。中药调理，已经吃了一个月。够了，紧够。因为你的声音就知道痛，所以死命的捏着，我看你一捏一下，哗嚓哗嚓就这样。我不看到，我想看我还看不到。不聊天，就是我找那个什么。
好了，我帮你，我给你妞老婆，好像没有感觉。什么老婆妞啥？反正有感觉，反正是老婆两个字好像。就是你发给我了，然后我就平时我不看。你昨天他说六三了嘛，我去看一下。你提去了嘛？我去看了一下，不提我去看了呀。我像你老兄啊，我还是你大的。哦哟，下去了，真的进入脑子没用的。不能扭了，哎呀，胸部，胸部我不扭的，哎呦，不行啊，胸部痛不痛啊？这点筋我不能扭，到时候我胸不好了，我胸上有东西长，我这个已经开刀，不要钱了，哎，这太难看了，哎呀。妞妞都干啥了？